你的名字那一类的动画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励志，所以我喜欢看那个日剧，而且他们日剧都很短，11、12集，然后出的那个特别版就结束了。对，就是一个晚上就可以忘了，不像韩剧可能一次就50集，或者是像那个对岸的片一下就100集那一种。所以我喜欢看日剧，就是简短，因为没有耐性啊。我连看那个台湾偶像剧要快转，就没有耐性。好了，我们带来这一首啊，叫做《天马座的幻想》，就是你可能小时候有在看那个《圣斗星矢》的话，圣斗士星矢，你应该会听过这首歌。哎，就这么好了，这首歌曲励志热血。